蛋仔惊魂，蛋仔派对，大家都玩过。那游戏跟恐怖两个字，它根本就是不沾边啊。那么今天我就来看看这恐怖版的蛋仔派对是什么事儿。那么话不多说，我们小再一点，好戏直接上演。那么进入游戏之后呢，这诡异的音乐也是非常符合现在的氛围啊。那这游戏呢，也是分为四个关卡，我们直接挑战这个蛋仔惊魂，开始游戏。你正走在回家的路上，蛋仔从路旁的草丛出现，他很喜欢我，想让我收留他。你这丫的纯纯是个劳改带蛋贩子呀，我给他领家去，我看看他有什么说法。他来到了我家，拿出了玩具，我该怎么办？我还能怎么办？哥，我家还这么嚣张，你我不弄他。那么蛋仔被我打败，跟我回到了家中，想吃东西。突然家里的房间里出现了异响，怎么的呀？我这整个蛋贩子还不够，家里还进贼了？我瞅瞅谁这么嚣张啊，这又整出两个蛋啊。这几个蛋又饿了，想让我做吃的，做不了一点啊。啊，让我想好了再说，不做。啊，你他妈复读机呀、啊、行行行，我给你做。然后呢，我给他们做了一个蛋糕，他们没吃饱。然后我又给他们做了一个蛋糕，他们还是没吃饱。之后我又给他们做了一个蛋糕，他们依然没吃饱。我这哪是捡了个蛋仔呀，我这不纯纯捡了头老母猪吗？接着呢，我就继续给他们做蛋糕，他们就继续吃不饱。合着我这是卡关了，还是他们一直吃不饱啊？